们应该被就当新综艺奇遇人生刷屏了。播出三期评分高居 9.2, 五星评分比例更是高达 65%。看卡斯并没有什么大热的流量，主持人是阿雅，嘉宾都是春夏斗香这种不怎么上综艺节目的，看内容似乎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爆料，不过就是阿雅陪着嘉宾一起去旅行。节目的设置也超简单，每一期一个嘉宾讲出自己的愿望，节目组帮忙去实现。当然了，这些愿望是跟世界跟人生有关的，所以这不简单的综艺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它值得 9.2 分的赞誉吗？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有人觉得这节目太寡淡，节奏奇怪，看得让人兴趣寥寥，也有人觉得它内容太短，看得不够尽兴。但至少对我来说，这档节目我很喜欢。我喜欢它的第一点是因为每一期的愿望都好酷。小 S 想去非洲纳比亚的大象孤儿院看看野生大象，春夏去到了美国追逐龙卷风，窦骁在印尼征服大洋洲第一高峰，毛不易参与了临终关怀。如果不是看节目，我们大多数人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些体验，甚至都搞不清楚那些项目是什么。其余人生就用了一种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，把这些独特的体验真实的展现在了镜头前，不像别的综艺节目那样有华丽的后期、漂亮的画质，其余人生甚至连节目流程都没有，走到哪里发生了什么观众就看到什么。看完三期节目，我忍不住感叹，嘉宾们遇到的事情也太真实了吧，谁敢说自己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计划被打乱的时候，谁敢信誓旦旦的保证从来遇到过脱离预期的事情。小 S 明明只看大象，却意外遇见两头小象走失，春夏一行人努力追风，最后收获了另外的美景，窦骁他们满心期待来爬山，却因为下雨在酒店生生等了5天。而面对不可以预测的意外时，他们每个人的处理方法也好不一样。春夏跟阿雅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州，跟着两位专业追风者追逐龙卷风，一连好几天，他们开着车，带着专业设备，根据预测和经验朝着目标开，但很遗憾都没有追到真正的龙卷风。春夏一瞬间特别失落，一个人站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个时候追了很多次风的专家大叔马丁说，其实追龙卷风有一个乐趣是，我们可能没有追到风，但在风的背后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。我是不能为你们制造一个龙卷风的，我只能带你们去感受大自然。春夏豁然开朗，是啊，能看到这么多美景难道不是已经值得了吗？这跟人生很像，我们总是很着急的去想获得一个结果，却忘记了享受那个更重要的过程。窦骁和阿雅因为天气原因只留酒店，就更像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了。这时候窦骁和阿雅表现出来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。第一天还好，到了第二天第三天，阿雅开始产生了很多负面情绪，焦虑到饭都吃不下。窦骁安慰他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总有一天会雨停的了。不过这种直男式的安慰方法对低落的阿雅来说并没有什么用。阿雅表示，我来这边最期待的就是跟你一起登山。窦骁马上回，所以最不能有的就是期待。阿雅超惊讶的，做一件事怎么可以没有期待，应该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是跟阿雅差不多的反应。但窦骁就是那种超想得开的人，永远不要让你的预期成为限定住你的东西，更不要让它破坏你的好心情。虽然我们可能做不到如窦骁这般洒脱，但降低自己的预期是有好处的。后来他们终于如愿到了查亚峰的大本营登山，阿雅却因为身体状况刚走了一段就坚持不下去了，他让窦骁他们先走，留一个向导陪着他就好。站在原地却忍不住崩溃大哭，一方面不甘心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怎么可以不走到底，另一方面身体状况又确实不允许了，
是真的不甘心啊，已经熬过了漫长的等待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可最后还是不行，要放下心中那份执念真是太难了。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呢，这就是我喜欢奇遇人生的第二个理由，通过它折射了人生。而在节目里，嘉宾们似乎也展现了平时不易流露出的一面，大大咧咧爱开玩笑的小 S， 又难得的动情时刻，小象走失，他投射到自己身上，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女儿也走失了，于是忍不住落泪。春夏是个好有灵性好有想法的姑娘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可爱又特别，她会把手放到镜头前，把它当作一个窗口，在以为自己追到了但实际是一场空的时候，她有了领悟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想要的和你拥有的之间始终有差距。她问阿阳，你是希望一个人爱你的灵魂还是你的外表？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腻了，并会脱口而出，当然是内在的灵魂啊。但春夏说，可是内在会变，变了之后还爱吗？于是这个俗气的问题突然带上了一点哲学的思辨，他到底是爱你当初的灵魂还是几经变化后的灵魂呢？谁能保证在不断的变化中依然爱着那个已经不一样了的灵魂呢？如此看来，是不是选择更纯粹的外在会更简单一点呢？到底还是年轻啊，还有天真，还有期待，还有对爱情的美好想象，真好。而我最喜欢的是他对着镜头那无比真诚的回答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爱的人，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空隙都拿来想爱的人吗？而除了这些可爱的嘉宾，我还爱上了每期节目里出现的普通人。来自英国的 Richard 已经在萨比亚待了十年，他的老公和孩子也在萨比亚，而这个园区里的大象们也如同他的孩子一样，他帮助保护他们，守护他们最原始的本真。两只小象走失的时候， Richard 的焦急和担忧就是出自一个母亲的本能，这个大象孤儿院里的小象都是没有妈妈的，他们的妈妈被偷猎者猎杀，而小象离开了母象是无法独自存活的。更令人心碎的是，大象其实跟人一样有记忆有感情，受过的创伤会始终记得缠绕一生。威慑他们做的事情也许并没有被很多人知道，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在保护生命，保护自然，当然也是在保护人类。我们总不会希望自然和动物被破坏干净，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人类吧，在微小的举动也有可能改变世界。第二期节目里的追风者马丁，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女儿，自闭症的小孩看待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这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像爸爸一样追着风自由无虑的奔跑，于是这个心思细腻的大叔会在追风过程中拿起手机跟女儿视频通话，跟她分享自己看到的美景，就好像是带着她看世界一样。跟春夏相处了几天，临别前她送给春夏一块粉红色花岗岩石，这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头之一，流水无法打磨掉它的棱角。马丁觉得这块石头和春夏很像，一样有着内在的坚强，送给她是为了提醒她时刻保持坚强，因为你才是你生活的主人。实名羡慕春夏，这大概是一个人能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了吧。哪怕抛开内容，只看奇遇人生的画面，也觉得是一场享受。导演赵启是拿破金马奖、金熊猫奖、伊文斯奖等近40个国内外主要纪录片奖项的专业纪录片导演，不管是构图还是色调，都令人沉醉。在比亚草原上一望无际的璀璨星河，龙卷风来临前两种不同云层的交汇，站在查亚峰顶端看到的壮阔，还有温柔日光中终于获得安定的象群，看到这些仿佛生活中所有的阴霾都被清扫一空，这人生啊真是太值得了。娱乐之王，只做最深度最走心的原创娱乐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UJU 点